闪现，那他下波可能还要死。买个鞋吧，怕追不上他。现在排白金一了，那再打一会儿应该就能排翡翠了。这个号看能不能打到2000吧，我感觉费劲应该打不到2000，应该能打到，应该能打差不多。快走，我帮你把盲僧的和解给吃了。我还帮你把他杀了，还赚到了他的5块钱的眼，舒服了。红不红的无所谓啊，下把上单开瘾。对啊，之前玩了一把没玩起来，看下把能不能玩起来。上单卡影跟男枪一样，你猛起来能杀很多很多个，能一把杀20个都不止。别急，直线推完再约他，跑不远 ，R E Q 就死了。归零三，我操，吓死我了！别单杀哥们，别单杀哥们 ，please。怎么了？盲僧居然不追我？我能反杀，真的假的？我感觉反杀不了，他5级了。是时候开始冰河世纪了。可惜没卡好耀光，卡好耀光应该能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稳健一点吧，我这把想来个一次不死。我怕他 Q 出来，我要死了。小丑不要小兵杀了呀，不争气的歪，怎么咬到小兵上了？没事，舞台很大，舞台很大，慢慢杀着吧。这把他是战士，战士近战，我得出神分，出三将，没有这个吸血，一个打多能力有点弱呢。他变红色的，这把舞台真的很大，就看自己能不能把握了。应该变身了吧。刚才月哥们都塌了，保一手吧。烫死了吧。别怕。怂了就出事了。不怂就操作了，那个凯一滴血刚好被我在那个，他在天上直接被吸死了，他要这不把艾克摇过来四次单杀，不是三次吗？哦，后面又杀了一次是吧？我想想看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单杀吗？威廉。哦，好的。没有五次了，刚刚那两个不都有助攻吗？
多吓人呀，这！ 我这个预判还可以吧。 出九头蛇啊！等会儿就出，别急。 是打过来还是没打过啊？不知道，我们没打。 别操作我了，哥，别操作我，真的知道错了。
别超作我的歌，好的。来个G9吧。这把如果能一次不死赢下来，能加波大的呀，感觉。一次不死加超神加单杀。 这个，他要说谁？应该不是说主播吧？ 跟主播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啊。 有点像脚本啊，但我真的是走位比较好呀，你不能不让别人走位吧？啊，这真的是走位比较好呀。 会中技能，一次不死破了呀，还想操作一下，操作不了一点。哎，真不是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已经被实锤了。
移速高就是容易躲技能，这是没办法的，真不是，真不是走位好。 这好烦，这俩人这凯隐打我好痛啊，操作不了。啊，真没有，你再不证明自己，要报一下房间号吗？ 真没有，啊，真没有，257085，真不是，哎，我怎么说不了话？真没有。 能看，哎，我打不了，报不了这个，好像号码不能报，我发了，不想发。哦，虎牙是屏蔽词，哦，啊，知道，真不是，能看到。 OK， 原来是屏蔽词，报 bug 的名字就行了。哦 ，bug 房间号我不知道。走。 有点事，我家里突然有点事，走了。你家是祖传的，我想啊，这个大虫子，没想啊，这个瞎子。
单杀要加啊哦，几个单杀了？刚几个？我突然忘了。 加两个，本来是几个呀？本来是几个我忘了。